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秦书制要三六零第一册》第三单元“贵德二孝悌八十一”。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孝悌啊，这个孝道、悌道。 孝至于天，孝至于地，能够把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之道做到尽善尽美，就会感通天地神明，四海之内充满道德的光辉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孝道的感化。这一条啊啊是这个。 贵德啊，上道啊，下来第二就是孝悌这个孝，至于天呐、啊，则风雨以时；孝至于地，而万物皆成；孝至于人呐、啊，则无所不通。这是出自于《孝经》啊，在这个。 中华文化教育的根本啊，就是从孝悌啊，从孝悌从、啊、家里孝顺父母，有爱兄弟。那么，能够真正孝敬父母、有爱兄弟啊，自然呐、啊，感通天地神明。当然啊，感通天，感通地，那当然也感通人啊，人人呐、啊。 啊，都会去笑话，也受到啊这个孝悌的感化，所以天下就得到大自然啊，所以治天下这个根本就在教育，教孝、教悌、教敬，所以这个孝悌。 是中华文化的根，礼敬啊是中华文化的本，啊，所以中华文化啊就是教孝教替教敬，那么这一条啊啊是出自于孝经。一切善啊都是从孝所产生，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啊，所以要先教孝啊，现在人呢、啊、没有人教孝。 不懂得孝顺父母、有爱兄弟，所以要从这里学起，从这里教起。啊，这是开始教育的大根大本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。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